贴合除泡一体 GMARK X S 屏幕贴合除泡操作演示。将屏幕放进八寸贴合舱，它有中英两种语言，我们选择中文。点击参数设置，在这里我们可根据自己的需求修改参数。 S 是退出， Enter 是确认。这里设置的是除泡时间1分钟，贴合时间为11秒。手动控制里面有抽真空、贴合、解压三个功能选项，需要运行点击即可。如若遇到问题，我们可以点击恢复出厂，还原默认数据。 OK， 我们开始贴合。贴合完成，看一下贴合效果，屏幕基本无泡。我们再将它放进除泡舱，除泡开始，静等3分钟。 OK， 除泡完成，我们来看看效果，屏幕贴合成功。